大家好，我是胖爹，欢迎收看胖胖小屋场景赏析。这次的赏析主要分成三大主轴来说明，首先先从概念讲起，再来是场景的细节，最后则是带入玩法给各位做个了解。在看下去之前呢，记得帮胖屋打开字幕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及按下小铃铛，就可以完整的收到胖屋的新影片通知哦。这款场景胖爹找了很多想要做的题材，并且跟我的客户做一个沟通讨论，定调出呢整体的大方向是选定一个石墙剥落砖头的这个概念。于是胖爹开始找了一些场景，灵光一闪下想到 Netflix 夜魔侠一，夜魔侠最后跟精兵决斗的那个场景。所以其实呢，两边的墙面石墙剥落是参考自这里，而这最主要的门墙呢，是胖爹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参考之前后向场景的范本，并做了一些调整以及修改。这款场景的细节可以先来看变电箱的管线，然后呢，上面有冷气的旧化以及水管弯曲的这个布线。石墙上的质感不只是一层而已，上面还用了一些石头的质感，呈现出整个墙面的补墙，类似像上补土这样。然而这两个石头上的变化搭配呢，让这整个墙面的质感更上一层楼。这边的石砖呢，细缝里的做法也跟胖爹以往做的有所不同，有些呢我把这个缝缝补起来，有点是白缝这样啊，有些则是没有，就是呈现一个黑色的状态。还有一些地方呢，我有用些草来点缀这个墙面的细节。最后来看这个门的部分，门呢其实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开关，那是纯手工制作的。整体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墙面，但是呢旁边有一些海报啊、报纸啊，以及一些涂鸦旧画，所以细节上的层次其实非常丰富。这个场景呢，除了正面的一个拍摄手法之外，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侧边的开门拍出一个情境的照片。最后呢，如果你把两边的墙都反过来的话，它那个水管其实接起来是没有违和感的，你就可以拍出一个后向长廊的照片。所以这款场景其实算是蛮多很有趣的拍摄手法这样。这款为1:12美系后向红砖加水泥墙的场景，长64公分，宽50公分，高45公分，全部采用吸磁式的方式制作，方便玩家布完时好收纳，算是中型比例的场景。配件呢有附赠垃圾袋啊、旧包摊以及纸箱等等，详细的订购资讯可以上胖胖小屋 FB 做询问哦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场景见咯，拜拜。